今天是3月的26号，星期六，天气呢，是阴雨天，那现在刚好雨也停了，那是应该可以下去农场走一走，逛一逛，顺便捡捡鸡蛋，距离明天呢，鹌鹑来到农场的时间呢，越来越迫近，所以等一下也是，想到。下面的基地稍微看一下，因为还有很多事情呢，需要妥善的，想一想，看一看。那等一下带点工具下去鸡舍呢，再做最后一次的勘察，那就准备让鸡舍呢的鹌鹑基地呢，定下来，等明天就可以去接鹌鹑了。OK。我们准备出发喽。生态工坊啊，在这个葡萄的照顾上面还真的是很辛苦。刚长出来的芽苞，毛毛虫就把它吃了，所以现在所有的芽苞呢，都需要用金钟罩把它罩起来。那下面这一颗嫩芽呢，已经发芽了。那有两株呢，有一株今天早上来看呢，又有毛毛虫入侵，所以，就把它整个再加强一下，那每一个都分株给它套着，因为，葡萄如果没有产生新的叶子，那这颗葡萄还是会挂掉，所以，还是要细心的照顾它一下。这是我们的葡萄，今年才刚开始迈向第二年，这是一个扦插的葡萄苗，OK。